新浪时尚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嘉尔 Jackson。体验感设计，氛围，整体包在一起的感受。身为家族的一员，被邀请过来这里看秀，我见证 Pharrell 的第一次 collection， 我很荣幸。我其实一直以来穿衣的风格都是，干干净净，简简单单，然后有一点点 magic touch， 有一点点 point。比如说今天可能就是，我刚才最喜欢就是那个闪闪的帽子，然后整个 demo flash 的，系列都很喜欢。我希望送那个闪闪的帽子给我自己。